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77页，977页第三行看起啊，课题：气欲止卧。经文：卧随是欲，不犯主卧。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品末这一品最后啊，重重回眠这一品里的36品啊，这到最后的一段了，再劝我们勉励我们应当起于止卧，安和专程。这个几句话了，我们在这里深深体会到佛陀的慈悲关怀爱护。啊，不厌其烦地来教导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殊胜的成就。幕后这一段是许许多多同修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一生的修行到最后不能成就，什么原因？欲没放下，欲是通常讲的五欲，注解里头有，色身香味触，这是五欲。为什么不能成就？都是败在这两句话里头。他随顺
爱欲，他为他还是违背实相，造作跟实物相应。我们想成就这八个字，要把它写在小纸上，贴在书桌上，每一天时时刻刻能看到。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，阿弥陀佛说的，一切诸佛如来都如是说。我们怎么可以疏忽？啊，经文八个字，注解说重复劝勉，应弃欲之恶。啊，我们就用这四个字作为课题，暗合转成沉静谦和，这是成功的秘诀。我们要想成就，无论在家出家学佛，就是要学这两个字，沉静。啊，沉静都包括在安和专沉。通常我们讲沉静谦和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学佛从这个地方扎根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啊，就是用心要真诚，言语举动要安和。说到安，今天的社会几个人安住了心性，啊，问题出现的都是心不安，行不好。所以修行一辈子几十年，到最后依然是六道轮回。那有些人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自己过失，反而怪佛菩萨不灵，佛菩萨没有保佑他。我们想想，佛菩萨有没有保佑我们？有啊，什么时候？时时刻刻。每一刻停止，用什么保佑？用经文保佑啊！经典摆在你身边，带在身上，你没有去读它，
读了之后没有落实。啊，读经不是读给佛听的。不是读给老师听的，读书千遍，不是这个读法，一定要知道。读一千遍是一千遍的提醒，读三千遍是三千遍的提醒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一定要言行一致。啊，听其言要观其行，讲得不错，讲得很好，他有没有做到？那他没有做到，就不要怪他了，他不会成就的。他要真能做到，决定有成就。这个里头，欲、无欲、我。舍我啊，真的是把修行核心掌握住了啊！我们最大的障碍，不能再随自己的欲望了，不能再干舍我业了。啊，诸恶十恶，十恶第一个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生意、善意，我们有没有随顺？啊，口、妄语、念舌、绮语、恶口。有没有犯？起心动念是意业，有没有贪嗔痴？真正能在这里下功夫，叫真修行，必定有成就。啊，纵然没有大成就，那就是。小过还是犯，大过虽然没有，小过还是犯。起心动念还没忘掉，啊，这些心也有功德，啊，不能往生净土，人天两道不会失掉。这是佛法小成就啊！啊，究竟圆满的成就是往生极乐世界。即使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也可以说它是究竟圆满的成就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？极乐世界只有向前进，没有向后退的，它不退转的，无量寿啊！到极乐世界，生死就没有了，生死真的了了，啊，无量寿命，所以。再笨啊，再懒惰，你才能慢慢累积功德，最后圆满成就。不能不知道，不能把这个缘错过啊，一定要守好这八个字，就是五欲六尘不能沾，
十善业道决定不违犯，这叫真修行。不管修哪个法门，如果这八个字没做到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一篇到末后，这两句话我们牢牢记住。你就得真实利益了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，是的，爱好与贪求也。就把我们的病说出来，病根拔出来了。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没有爱好？有没有贪求？有啊，有是迷啊！啊，造作是罪啊！所以。大乘经教世尊苦口婆心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真相是什么？万法皆空，心经上告诉我们，色界是空，空界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你所爱的，你所求的，得到没有？没得到。你不可能得到。为什么？那是生灭法。刹那生命，一弹指，三十跟今天量子力学家讲的完全相同啊。那一百个千是十万呢，三十二乘十万得出来的320兆，这一弹指，这一弹指320兆次的生命，你抓住几个生命？一个都抓不住啊！随着它流转了，就流掉了。这是事实真相。佛这么个说法，今天科学家也是这个说法，科学给我们做了证明。啊，下面是预知大乘一章第七卷书，染爱诚心，明知为欲。什么叫诚？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叫五尘。色是说的眼根，你眼睛能见。身是耳朵能听，啊，香是你鼻能闻，味是你舌能尝，触是你身体的接触。这个五大类，
佛法叫他成。啊，成是什么？染污。染污什么？染污我们的本性。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啊，诸佛如来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诸佛如来心里头没有色声香味触，连法也没有。啊，法是意识所缘的。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接触的是六尘。啊，如来高明在哪里？他接触，他没有放在心上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叫佛了。接触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是菩萨。菩萨比我们高，阿罗汉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六道凡夫从二十八层天到下面无间地狱，这里面叫凡夫，六道凡夫，凡夫一接触就起心动念，就分别之处，这叫凡夫啊。起心动念是迷呀，分别执着是造业。功夫在哪里练？就在这练。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在这练功啊。练什么？练不执着，再提升不执着了，是阿罗汉；再向上提升，不分别，不分别是菩萨；再向上提升，成佛了。啊，不起心动念就成佛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你用什么方法修没有关系，修什么就是修的这个，没有一法不是修这个。啊，练功夫啊，在六尘境界里头练如如不动啊，这叫什么？禅定啊，定久了这些烦恼习气都降服得住了，能控制得住了，不起作用。所以初步入门学生学放下，学看破，看破是明白了，放下是障碍没有了。不肯放下障碍都在，他有障碍啊，他怎么会看破？障碍没有了，智慧自然流露出来，那叫开悟。这些道理我们搞通了，搞明白了，知道怎么修。眼在色身上修，耳在音身上修，
啊，鼻在胃上修，啊，香味上修，舌在酸甜苦辣上修，总是要修的，如如不动。啊，初学就是要减轻。你有分别执着吗？希望分别执着轻，不要严重。希望这分别执着不要长道。真修行从这里讲究啊。啊，是这五种色身相位处此五者能起人之贪欲。贪嗔痴慢疑都从这里生出来了，叫生烦恼。啊，故又名无欲。大智度论上说，无欲又名无见。古时候剑是杀人的武器，啊，为什么破坏种种善事？是故世尊劝诫众生勿随世欲。他对众生的伤害太大了，让这些六道众生生生世世无量劫中不能超越。你想想这多可怕啊！所以叫我们不能随顺嗜好，不能随顺欲望。这个日子要怎么过？要知足，知足者常乐。修行，出家了。出家修行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出家人全部财产在身上，三衣一钵。啊，印度是热带，所以他不需要很多衣服。啊，有三件就够了，就三衣一钵。这他财产，他的生活日中一时，头钵。一天吃一餐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晚上在哪里休息？在树下打坐，把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定。定成就了，自然开智慧。啊，智慧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彻悟。阿罗汉小悟，菩萨大悟，佛陀大彻大悟。啊，他们修行这种模式，我们常常要放在心上，想在心头，想想那个时候人，我们今天样样都贪着，所以修行几十年，修行一辈子，没成就啊，没放下呀，欲望要放下，
爱好要放下，下面又提醒我们，且诸欲之中，淫欲之毒最深，故戒出家人手中断淫。现代出家人在成就上来说，没有办法跟过去人比，过去成就多，现在成就很少。什么原因？这一关不能突破。啊，这一关不能突破，不但不能往生，而且所造的业是地狱业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要想到地狱的可怕，你就不敢有这个念头了，要赶快把它放下，卸掉。这个恶念不能相续，相续给自己带来的罪孽太重太重了。啊，若能离欲，则可不犯诸恶。这个欲都在十恶业里头。十恶业第一个杀生、偷盗，淫欲，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恶口，最后是贪嗔痴，这十恶业。持戒念佛，在现在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，我们遇到了啊，持戒念佛，持戒就是把这十善业要认真做到，不能违背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决定不能违反。问题，怎么样克服这个难关？这个烦恼习气，无始劫以来养成的，所以不容易断。啊，今天的社会把伦理道德因果都丢了，所以人敢犯呢、啊？古时候人不敢啊，为什么？从小学过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啊，无论他有没有上学，他从小他的父母教他，他的长辈教他，不但教他，而且做出榜样给他看，所以他坚定信心，他不会动摇啊。现在社会没有了，现在社会完全做出反面，你看看电视播的是什么，网络传的是什么啊？你细心去看，哪一个不是杀盗淫妄？
人全学坏了，天天都在看啊，真命东西伦理道德因果没人讲，忘得干干净净，以为这样做都是对的，到最后堕地狱，后悔莫及。啊，所以佛在此地深劝诸我莫作。啊，下面一段言何行转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处世待人接物啊，佛教我们颜色当好，身形当转，动作展示安定虚伪啊，请看注解，颜色者言语与容也，就是我们的说话跟表情，啊，像要像火，啊，言火者，即四摄之爱语，四摄法里的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。啊，这是佛教的我们这四种方法处世待人接物，菩萨道，菩萨处世待人接物就是遵守这四摄法，摄是摄受一切众生啊，引导他断恶修善，离苦的路，啊，摄活者，慈光照人，对待人总是大慈大悲，总是欢欢喜喜，啊，没有愁怜、愁颜苦脸。啊，叫人一看心里生欢喜，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，得大自在。啊，身行自身之所行。事出世间一切圣贤教诲，从什么地方落实？从自己自身，与别人不相干，自行自然就能化他，别人看到了佩服你，尊重你，向你学习啊，我们要把无戒落实，十善落实，敬业三福落实啊，我还加了两段六合敬落实，菩萨的六度，普贤菩萨的十愿，可以说就够了啊，真的是修菩萨道，行菩萨行了，不必求多，不必找麻烦啊！戒为无上菩提本，你们想想，十善业是不是把戒都包括了？全包了吗？十善是佛菩萨普遍教化一切众生，
是学佛的大根大本啊，我们学要专一，要专诚，要专心，这三个专很重要。专在哪？专在一句佛号，信愿持名，专求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应当专精心道。那么越就本经来说呢，则劝一向专念，一向专念就是此地讲的专一、专诚、专精。幸运之名，往生净土啊！恭喜你，又大圆满了。成无上道，动作行动展示去看啊，徐这个意思是和缓。动作展示安定虚伪啊，我们的动作眼看耳听都要端重大方啊，一举一动安详镇定，从容不迫，这个要学。这个里面乐在其中啊！啊，人想富，想什么富？安定虚伪是富啊！身口意三业了，都能做到安定虚伪，快乐自在。一般人讲幸福，什么叫幸福？这幸福一举一动暗香镇定，从容不迫，这叫幸福，多快乐啊！这一部经给了我们，主要是我们要真干啊。幕后这一段警告我们，如果不能够虚伪安定虚伪，仓促不敌妄空啊，那就犯这个错误了啊！做事仓促，败回在后，未知不敌，忘其功夫。这四句是我们这一篇经里头的总结啊，应该跟前面四句八句总结啊。前面教我们修善，这个地方教我们要立过，仓促匆促也。第一，神圣，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谨慎小心，做事慌张则必将失败与后悔，所行不慎，慎是慎重啊，你所做的不够慎重，就很难做成啊，要面面都顾到，小心谨慎
事情才能做圆满，才能做成功。那小布施者乱大谋，不要以为事情小可以马虎一点。小小事你都注意，大的自然都顾到了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应当要遵守啊。学佛最简单的、最容易的、最有效果的，无非是信、愿、持名，是很简单，是很容易，太简单、太容易了。反而惹的人怀疑，成佛哪有这么容易啊？而实际上，这几个字不简单呐。你真相信了吗？你不相信。怎么说你不相信？你没有真正去做。要真相信，他会认真努力去做。他这上产生欲望啊，对世间法没有欲望了，对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他有欲望。见不到阿弥陀佛，画一个像，雕一个像。供养在家里，天天看他，那什么意思？仰慕他，羡慕他，爱他，意思在这里。天天在望着，什么时候跟他见面？我们念佛有没有这种心情？没有。而把事情家亲眷属、亲朋好友还常常念着的人看看照片现在工艺发达，也有塑像的，这个道理不难明了，细心观察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。错在什么地方？有错就要改呀，改过就能成功啊。理事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。儒家跟佛法没有两样，佛法讲看破放下，儒家讲格物致知。物就是我们讲的欲望，儒家用物做代表。我们这边讲佛法讲的多，讲的细，色身相未处无欲啊，如跟佛都教我们放下，一个是事法，一个是出世法，
啊，最早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如跟佛没有见过面，没有碰过头，叫人居然在扎根上完全相同，这不能不佩服。他们没见过面，没有咨询往来，完全不知道所说的话真理，千百年之后我们碰到了，那世出世间的典籍我们看到，不能不佩服。不能不仰慕，我们要学，特别是今天，这个地球是乱世，乱到什么程度？史无前例，过去历史上没有这种记载过，大乱了。除了这些大圣大贤，没有人能想到啊！周安思讲的，人人不信因果，天下大乱之道也。今天人不但不信因果，还不信道德，不信伦理，父子有亲，我们见到过没有？没见到。夫妇有别，现在没有了啊！连朋友、连兄弟、兄弟、长幼啊。长是哥哥，又是弟弟，长幼有序也没有了，朋友有信也没有了，都是欺骗，都是利用，这是什么事情？大家都在造这个业，即非成事，都认为这是正常的，这怎么得了？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如果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工作是要做，不做怎么生活？事情还是要做，做好之后不要放在心上。佛教我们啊，工作做完了，一切放下，佛号提起来了，这就对了。
否则的话，就像《此地经》里面讲的，最后你会失败，你会后悔。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、亲身经历的。我这一生，年轻的时候希望教佛学院，啊，机会是有，结果我们的知见不相同，放弃了。啊，讲经教学也要有缘呢。啊，这个缘算是成功了，不是道场啊，小小的摄影棚啊，用现代科技向外传播，跟大众结缘，这一点做成功了。啊，那么要把这法传给下一代，世世代代相传下去，这个缘不容易。现在的汉学院就在干这个事情。啊，英国汉学院，我们做梦都想不到。啊，校长对我的看法想法完全赞同，啊，叫我没话说。我们创立这个，啊，这个汉学院为什么？任务是什么？任务是学习古汉语，目标是能够读大藏经，能够读四库全书。我们的心目当中希望能培养30到50个儒释道的人才，所以我们的学习有第一个是文字学，第二个是儒学，第三个是佛学，第四个道学，四个系。啊，为传统文化培养人才，希望传统文化不至于断绝。我们干这个，不是干别的。啊，我们在行行设一个户头，成立一个基金会，筹募基金专门支持这桩事情。啊，如果赞助的人很多，有足够的基金，我们的老师比所有大学老师的薪资要高，尊师重道，从这来表现。啊，这个基金社方赞助的这个基金，通通是办这一桩事情，不做其他用途。啊，所以大家放心，我们干这个，确确实实张子所说的，为往生积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没有第二个妄念，很单纯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